回来了，我只想说，杨千玺真太帅了，真太帅了。今天其实是礼拜天，但是我们还是要上课。我是周四去的苏州，然后礼拜六就昨天晚上回来的，然后今天上了一天的课。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妆容还不错的样子，有没有？今天这个妆容有一点点小小的欧美风。其实我自己从来。也不是从来吧，就真的是很少化这样子类型的妆。我总是觉得妆感有点重，但是今天老师就说，如果说你想有一点改变，或者说你想让你自己的妆容更加多样化的话，就一定要尝试你自己不敢尝试的。结果这个妆出来以后，我自己就觉得越看越喜欢。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妆怎么样？而且我今天就真的是在电影院，泪水也已经浸泡过了我的妆容，但我感觉现在就还行的样子，都舍不得把它卸掉了。然后今天上完课，我就去看了易烊千玺还有周冬雨的《少年的你》，真的超级无敌好看。从电影的前半部分就要开始哭，一直哭到结束。怎么可以这么好看？我觉得是我今年看过的电影里面可以排到前三的，大家一定要去看，有关于校园暴力的故事，然后还牵扯到一点高三的剧情。然后我又换了新的房子，又换了一家新的 Airbnb。然后这个 Airbnb 呢，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还挺好的，因为它很温馨。虽然说它看起来没有照片里那么大，我觉得照片都有点放大的效果了，但是我一个人住完全是够用的。所以明天早上起来后呢，给大家看一眼我现在很温馨的这个小屋。然后明天呢又要继续上课，等于这周要连着上6天的课，很可怕，感觉像是在攒假一样。那我们明天早上见喽，拜拜！我要继续想我的易烊千玺了，真的太帅了。刚把家里面迅速的打扫干净，做一个白天的 room tour。OK， 那我现在就从我们刚一进门的地方给大家说起。一进门的左手边呢，就是一个白色的鞋柜，可以把所有的鞋放在里面。但是我喜欢把鞋摆出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鞋全部都在下面放着。然后上面的这个小木盘我还挺喜欢的，房东只是放了一个吹风机，然后我就把我自己带的很多香水的 sample 放到这里，出门的时候就可以喷。然后还有一个护手霜，然后还有一个墨镜也都在这儿放着。然后钥匙呢，我也会随手放到这边。然后进门右手边的这个墙上，其实最开始呢，房东都是挂的雨伞，但我衣服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有一些衣服呢也比较沉。所以说我就把沉的衣服全部挂到这儿，还有我的布袋子。然后这个房间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有带挂烫机，今天早上我还用了一下，非常的好使。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简易的一个开放式的衣架，基本上我所有的衣服呢都可以挂到这儿。然后还有一些呢我是有放到我自己的这个收纳袋里面，像干净的内衣呀，还有去 gym 的那种运动衣。然后上面呢我有放我自己的一些包包，还有一些收纳的袋子，然后最底下呢也有放一些鞋。左手边鞋柜进来以后呢，就是洗手间。这个洗手间我自己蛮喜欢的，因为它比较干净。你看它这个台面，蛮干净的吧？然后昨天呢，我跟房东征求了一下意见，我就给这儿又挂了3个这个挂钩。然后这边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是淋浴式喷头，上一个它是那种，浴缸的，我不是很喜欢，我比较喜欢淋浴式喷头，我就觉得特别的干净。然后它的马桶的旁边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收纳盒。从这个厕所出来以后呢，就到了我的卧室。它这个卧室，它这个墙真的好好看，这个颜色饱和度很高。然后上面呢，还有房东做的一个类似于照片墙的东西，给了我一点灵感。我觉得等我回家以后，也可以把我们家的，就是这面墙稍微的变出一点颜色，然后可以挂一些有的没的的，我觉得超级好看。然后这个床其实睡起来还蛮舒服的，我已经在这儿睡了2个晚上了。然后上面这一些呢，也都是房东自己设计的。但这个灯我实在是不太懂啊。然后呢，在我的床的对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易的小厨房了。它这个水槽超级的 Q， 我觉得是给小朋友用的吧。然后这个房间其实它就是用这样一个大的隔窗，把左边的卧室区还有右边的休闲区，就是客厅给隔离开来了。房东整个房子颜色设计呢就很温馨，有这种黄色啊、蓝色，还有这个小桌子也都蛮好使的。我这两天有坐在这儿看电视，然后墙上呢还有一些非常可爱的画儿。这2个画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个一个熊上面带了个狗，狗还打了一把红伞，然后旁边这个小狮子我也好喜欢。然后它的右边呢就是一个电视，
那我当时最开始在看这个房间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有特别多的隔档，然后我自己呢已经把这个隔档完全的充分利用起来了。本来这一块每个隔档房东都放了很多这种装饰的东西，我基本上全部给它放到那些边边角角，比如说这个啊，还有这个香薰蜡烛都是房东的，像这块全部都是我的粉底啊，然后一些眉毛的用品都在这儿，然后下面这些呢都是我的护肤品，然后它的这边是一个电视，电视的下面我充分利用了房东的这个盘子，本来人家是放那个电视遥控器的，我全部放成了我的口红，还有后面呢就是我的面膜啊什么的，还有痘痘贴，然后电视的旁边这个好像是一个房东的游戏机，他说能用但是我不太会用，然后这边也是还有三个收纳，所以说他这个收纳真的是特别多，像这边我也是全部放的彩妆用品，如果说长租的时间比较久一点的话，一定要有这些收纳的东西才可以把家里面看着就是干净一点利索一点。然后在地毯上面呢有两个这样子的懒人沙发，然后从这边过来我超喜欢这块，大家可以看这个大玻璃，这块早上阳光非常的好，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冰箱，然后另外一边呢这块就是洗衣机了，洗衣机的上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像一种咖啡 cafe 的那种感觉一样，像房东有放一个吐司机，底下也全部都是收纳的，但这些收纳的基本上都用不了，因为房东有放一些换洗的浴巾啊毛巾啊，包括这个房间里面房客可能会用的东西都在下面。反正这个 Airbnb 我进来的第一天晚上我就觉得是蛮温馨的一个小屋，整体的色调啊，包括房东的这个布置，然后包括整个这个布局，我觉得都是挺适合一个人来住的，而且地理位置实在是太好了，我真的是离学校越来越近了。然后我同学说下一次你就住到学校对面那个公园里了，直接早上起来以后抹把脸就可以来上课了。那这就是这一套 Airbnb 的 room tour， 忘记了，我先赶紧把衣服拿出来把它们晾着。我真的觉得我已经充分利用到了每一个角落，袜子他们都已经平躺到这儿了，超级棒，咖啡拯救人类，拿着咖啡去上下午的课，传说中的玉米夹。刚才我放上去以后感觉，哎呦这怎么夹呀，这玩意儿没开，然后一搜对了，根本夹不住啊！我这个因为你没对，就这样。不是啊，哥，这里不是有个那个吗？你把它按下去。哇，好吓人啊！我们下课，同学带我来一家包子店，嘿嘿，不知道吃什么包子。你这茶叶蛋香不香？刚煮的。刚煮的，那我给我拿一个吧，谢谢。一号五啊。我的包子，其实我回国以后好像还没有在，应该看这儿。我现在是拿手机在录视频，因为今天把我的充电器就是相机的充电器忘到了学校，这是我回国以后第一次在外面买的包子吃，也是香菇青菜的。嗯，还不错哎。然后我等一下6:30的时候呢，要去一个 gym， 就是我在我附近家附近找到的一个，应该算是我来上海的第一节健身课啊，浑身已经痒得不行了。嗯，好好吃。刚才看了一下，走路过去只需要5分钟，现在时间刚刚好。OK， 走吧。我练完了，我觉得我是我们班今天最菜的一个，就不管男生还有女生，他们都好有劲儿啊。我觉得我之前其实还是有氧练的更多一点，无氧的话就强度没有这么大。
哇塞，真的是要死掉了。然后今天就是在疯狂的划那个划船机，然后还要有那个单杠，但是我自己其实并不是很喜欢单杠，因为我之前坐单杠受伤过好几次。刚才进小区了以后，因为底下坐好几个爷爷，就看着我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对着手机说话，就不好意思再录了。对呀、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实在是太菜了，之前练的都感觉是非常的小儿科。Morning， 大家早上好，现在已经是早上9点多了，工作了差不多2个小时的样子吧，一个字儿爽，而且早上起来以后。还有一些外面大家晾衣服啊、收垃圾啊，还有各种卖菜的声音，就是时不时的传来一下，感觉就是像有人在陪我一起剪片子一样。然后现在赶紧去洗个脸、刷个牙。哎，不对，我刷过牙了。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就是刷牙，然后我今天还喝了这个水，那个叫什么来着？赤小豆红薏米茶。大家觉得我的脸有没有变小一点？因为上次我说我脸总是肿嘛，就有小伙伴跟我推荐说买点这种赤小豆红薏米茶，可以祛湿然后去水肿，感觉还行啊。现在去洗漱一下，然后立刻去上课。一个非常简单的 OOTD， 能够看到裙子的腰摆吗？然后上面穿的，哎，其实这是个假两件，里面是一个背心，然后外面是一个打底衫这样子。好了，走吧。哎呀，突然忘记拿一个东西，我的杯子，这个不能忘记。为什么每天早上都如此的慌乱？没带手机，没带手机。走。我的妈耶，我的匡威都成黑色的了，我这两天得把它洗一下，好脏啊。突然想起来我的 AirPods 没有拿，最后一次回来必须出发了。天真的是太好了，好喜欢这个天气啊，就20多度，想想现在波士顿已经要穿羽绒服了，就觉得哈哈很棒很棒。然后我们今天是这周的第3天上头发课，我真的要崩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发型课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感觉，上这个发型课上我现在上的就特别想上化妆课。猫咪喵，咪咪，哦，怎么了怎么了，哦，好可爱。哦，对了对了，我觉得特别有爱的一点就是刚才那个猫咪那不是有一些罐头吗？其实我这两天就经常看到有很多就是上海的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就会带一些猫食猫粮，就专门放到那种地方让猫咪去吃，然后他们也知道猫咪经常会在哪些地方出现，就会直接放到那儿，觉得特别有爱。哦，对了，刚刚跟大家说，就是因为上发型课上的我无比想念化妆课，我觉得这是学校的一个阴谋，就让我们更喜欢化妆。但是老实说，一个就是，其实你如果想当一个职业的彩妆师的话，你就是要化妆还有头发都要学会，所以就加油加油加油！发型课今天是这一周的最后一天，然后明天后天都是彩妆课，走吧。今天已经没有时间吃早饭了，不过这周你看又一个。又一个空的这个猫咪罐子。不过呢，因为这两天中午休息的时间比较早一点，所以就可以提前吃。我觉得撑上个2个小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中午再大吃一顿。上班嘞，上班嘞。搁到石子上，然后先往这边，然后从下面把它拿住，拿住拿过来之后，关到这个石子里面，看到吗？
然后再把它往反方向绕，差不多绕到这个位置，拉不动了。这怎么会摸到地？你像洗头店的。现在万圣节的气氛超级浓，今天是豪华午餐，特别喜欢吃这种冻。女工现在中午放假，工厂女工中午放假出来溜一下。你吃过这个新亚大包吗？这是小时候上海的特产。哦，真的，新亚大包。我们俩吃完饭以后来这边的全家再来买点东西，我们俩都超级喜欢逛这种便利店。我们的开心来源于工厂女工放放工后的一种，所以要把所有的 Family Mart 都逛一遍。工厂女工的午后加餐是个蛋饼，因为下午还要做头，你知道吗？就是很累的那种活，我的头发就跟你们的博主 Tina 一样，那么毛。太开心了，哎，好棒好棒好棒！都是好滋味。Hello, how'd you do?I'm not broken, I'm just split in two. Hope you find. 我看你的职业精神了。Breathe in, you said you would. Frames of the past and the memory of you just come running by. Pictures of sunny days with your smile on your face. 还挺有意思的。终于学到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些跟头发有关的编发。我觉得我头发特别适合编发，因为我头发就很像黑人的头发，所以编起来就很快。像有一些头发很顺的话其实不是很好编的，像这种而且定型也很快很立体。终于发现了我头发的优点，然后现在准备去找个咖啡厅，然后剪剪片子工作一会儿，不想这么早就回家，天气还这么好。前面这家咖啡厅很好喝，我有一天在这儿顺手买了一杯，超级好喝，而且里面环境也还挺好的，就是泽一家。他们家早餐看着好好吃啊，可以改天过来吃个 brunch。现在回家，然后刚才因为今天这个辫子我好喜欢，拍了两张自拍，然后发了个微博，大家都说编发还挺适合我的，好开心呢。今天这编发都不想拆了，怎么办？以后每次上课让同学帮我编，因为自己真的很难编，头顶这块会夹了，回家以后继续工作。我的视频弄完了呀，我的视频弄完了，现在已经晚上十点了，终于把视频全部搞定，标题还有我的封面每次选都要选好久，我就真的是个纠结的双子座。然后还有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全部上传完毕，然后 B 站呢我就定了一下定时发布，因为 B 站每一次那个审核你永远不知道它啥时候能审核完，有的时候特别快，有的时候特别慢，我就很怕现在上传了以后它万一审核到凌晨的话，就估计就大家就看不了了，都睡觉了。所以我就设定的是明天早上8点钟国内的小伙伴呢就可以在 B 站看，然后等一下呢我再上传到 YouTube。
好饿呀，到现在啥也没吃。不过我今天有 Laura 给我的投食，所以说等一下呢就可以吃点零食啥的，也没有很想再吃其他的了。对，所以嘞，我哥把视频传了就觉得很开心，完成了一件大事情。哇哇哇哇哇哇！你看它是这种一小包一小包的，你跟我的手掌一样大，比手掌还要小。嗯，好吃，好脆呀、啊！给你们一口。人生得到了升华，再吃一个，这次换一个味儿，这个是同款的鸡汁味儿，酱烧味的比较重，像刚才那个就其实还是有点辣的。哇塞，这真的吃了以后可以一直吃一直吃，而且它比较小，所以你不会有太大的罪恶感，最后就会吃很多包。好，睡吧，晚安。成分，我现在每次做烩菜，会放特别多水，然后把汤盛出来，吃两天烩菜，然后下一瓶面，加点白醋下点。那怎么会吃？啊，省事儿呀，为了活命啊。很神奇，像我这个痘痘差不多从前天开始冒出来了吧，然后我今天就来大姨妈，来完大姨妈以后它这个痘痘就消下去了一半，然后这个痘痘贴我觉得很好用，因为我们今天要上化妆课嘛，所以我就不想让痘痘这块被侵蚀被腐害，觉得好好用。结果这块昨天晚上又冒出来一个，哎呀妈呀，这痘痘真的是一来大姨妈绝对得起两个起。这个痘痘贴我觉得超级好用，基本上贴一整天它都不会掉，而且它有一定的消炎作用，这个牌子的，之前在 YesStyle 那个网站上面选的，我准备今天带一个给我们助教，我们助教也特别喜欢长痘痘，动不动贴个痘痘贴就来了，所以我准备今天给他带一个。哎呀，这个头发我觉得昨天晚上我已经很努力的让它保持在原形，但是还是你看上面，把它去卸了吧，然后去上课。今天上化妆课，所以我就可以这样出门了，完全不用化妆，就可以裸妆着去，然后全妆着回家。上海的天气真的很迷呀、啊！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温度竟然有25度，所以呢，我就穿了一个裙子。这个裙子它长度就是到这儿，就是
再甩下去点到这儿。所以有的时候如果热的话，我就可以把外面这个外套脱了，西服也是薄薄的一件，然后裙子的下面是这种不对称的，然后后面也是这种蓬蓬的，很有层次感。我是看我朋友他穿的特别好看，我就问他要了淘宝的链接。 OK， 要去上课啦。今天早上上的课我觉得好有意思啊， face chart， 在张白纸上画人脸，哇，太好玩了。我的猪脚饭是哪个？猪耳朵开饭。哎呀，今天下课好晚啊，估计都凉了。你的是什么？冒菜吗？我都要吃一口。我的猪脚饭还行，没有很凉，看着还不错，好香啊。嗯，好吃啊。我明天要点你那个。哎，年代啊，跟我们脱节的呀，像我们都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呀。太开心啦，今天终于有时间可以在家坐着好好吃一次晚饭了。我搬到这个房间里来，还没有在这个房间就是真真正正的吃一顿晚饭。然后今天点了这个叫哪一家来着，付小姐在这嘴巴都绕了，付小姐在成都是最近好像很火的一家串串店。我点了点土豆啊，还有小面，我天哪，这里面整个就太香了。然后还有一个酸梅汤。然后呢，终于有时间可以把我致命女人的最后两集看了，这两天就一直忙到完全没有时间看，已经不知道该先吃哪个了。哇塞，这个味儿好麻呀，有股麻味儿。哇塞哇塞，闻到了吗，这个味道。然后这个土豆也是我自己平时就很喜欢吃的，它叫做狼牙土豆。先尝一个土豆。土豆一般，也没有我想象中的好吃啊。嗯，小面还可以，我觉得小面是好吃的，这个豌杂小面。但是我觉得我在重庆吃的要更麻更辣，太爽了。让我把我的致命女人打开，看一下最后两集，好棒啊！吃着面，看着剧。我觉得我吃太快了，实在太好吃了，差不多不到十分钟就吃完了。然后刚才呢去楼底下把垃圾扔了一下，哎，这个东西会晃哎，因为我们这个小区里面它的垃圾是有就是开放的时间的，只有早上的8点钟到10点钟，还有晚上的6点钟到8点钟是可以去扔垃圾的。然后南方的话，我觉得垃圾不能过夜，要不然就很容易引来蟑螂啊，或者是一些小虫子，我特别怕那些东西。所以说要么就是不在家吃，要么就会很快就把家里面的垃圾清干净这样子。哎呀，开心。然后呢我再休息一会儿，我还想的是
再工作一会儿吧，要不然感觉特别有罪恶感。但今天还是一个开心的属于自己的夜晚。上海真的是没有秋天呐，每一天都好热好热，热死了。今天睡得超级好，我今天一觉睡到了8:30，然后刚才因为今天又是化妆课，所以不用化妆，所以早上洗脸只需要5分钟。刚刚呢又剪了一会儿视频，那现在呢就准备出发。昨天晚上因为吃得很饱，现在一点早饭都不要吃，把东西拿了以后就走。但是还是得拿一袋小饼干，防止上课的时候饿了。 Let's go， 我的阳光小屋真喜欢，越待越喜欢呐。我的帆布鞋真的有点黑了，但是这两天确实是没有时间洗它，我一定洗它好吗？好像前两天跟大家就说过一次，想洗下帆布鞋。现在这家民宿离学校因为实在是太近了，我们10点上课，现在是早上的9:50，是吗？对，真的9:50。我们大家等会儿一起飞到学校去好吗？早上没吃啥就开始打饱嗝了。关一下灯 ，Go。今天真的是莫名的特别开心，走路都带疯了。每天一杯咖啡，恢复一下元气。它酱很好喝哎，而且价格也好。应该到时候都发现了，用的就发现了。工厂女工，工厂女工摇身一变变成什么呢？Fashion icon， 超级搞笑。我们现在要去看，我们现在要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他的票，我去站台的票。工厂女工一个月的工资就是1680。哦，不对，是对1680。然后我买了2张，就是两个月的那个工资买了2张票，然后请他看。我们车马上就到了。有我这样的朋友，真的。等一下，哦，来了，我们车来了，不好意思，先咔一下。喂，喂，你好。走，我们先下吧。好，谢谢啊。现在真太堵了，我们决定直接走过去。哎呀，今天化的这个妆好好看哎。今天我们学的是这种单簇睫毛嘛，怎么糊掉了？整个睫毛看着特别的自然。然后这个嘴唇涂的是 3CE 的那个，我觉得好好看。等我找到色号以后，我会给大家标在这儿。现在先去吃个火锅，然后吃完火锅就可以去看演唱会了。好黑哟！电台像火锅很火吧？然后先吃个电台像，然后再去看。好，演唱会。快快快，小猪快跑！吃果吃哇，好热。光棒，这样一个荧光棒40到80块不等，哇，好贵啊！Thank you.
大家来到2019年五月天在上海虹口足球场的第三个夜晚，也欢迎大家来到五月天的第四。80岁的时候，还是我们要唱到你们80岁的时候。现场很多朋友和我们已经跨越了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如果要真的唱到你们80岁，那五月天就是100岁。